OK 了 ，Hello， 久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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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收工，然后现在开始了。不是憔悴，是今天那个地方很脏，我眼睛这都不是画的，这是被那东西熏的，熏黑了，已经把它给。把我的这个，我卡不卡？应该不卡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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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终于见面了。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太，工作太满了，一直没有时间直播。本来早就要直播，但是一直没有个合适的时间。然后今天本来是可以早点，但是没想到那个。排慢了一点，这我真看不见是礼物。关一下，哎，我没戴耳机，用戴耳机吗？你听听声音，用戴耳机吗？我没戴耳机。哦，不用，声音挺好。Hello， 今天直播内容做点事情，今天整点，我先跟你们聊会天，看你们说了啥。别送礼物了，各位，真看不见，脏死了已经。所以你征集的任务有哪些？嗯，看一些 reaction。OK。可以先互动。眼睛红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咪咪都已经睡了，咪咪都已经睡觉了，人家已经。这两天在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墨鱼的二创，就不能断根的，一断根二创就很吓人了。然后看到了网上有很多对于剧情的解释吧，很多网友的解释。然后我看到一条关于昨晚上还是关于昨晚上还是前天晚上那个林雨那个是前天晚上吧，前天晚上的很多人问孙悟空为什么没有亲下去，我看到一条他其实说对了一半，说对了一半，但不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吧。严正鹏刚刚拍了哭戏，刚刚拍了个哭戏，然后苏国公就是我这两天也看了，我看那个说话然后表情啊什么的，其实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多的表情，因为他经历了太多事情，他的身世大家都知道，然后就没办法让他太外化的去将自己的感觉啊自己的态度给表达出来，像一些一些可能更多时候是放在眼神上吧，之前采访上我应该好像也说过，说我的一些处理都是一些微表情上的处理，因为就我觉得太多的话会容易露怯，在特定的场次吧，但后面的会有几场是情绪比较大的，然后面部也比较大的，就会稍微外放一点点。真看忘了，明明睡了，打呼噜了，他已经开始。嘴唇是那个没擦干净。谢谢了，看看你们的 reaction 是哪几个？这个哈。看看啊，怎么个事儿？这个吗？哦，好厉害哦！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画萧痕，画的好好啊，画的好厉害啊！我印象深的是有一幅
有一幅是，就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就是脸画的很瘦的那一款，也是战损的那一款，图片上画的很瘦，画的很动漫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水墨画的，就是用那种染料加水晕了之后变很淡的颜色那种画，很好看，是真的挺厉害的。然后今天这个也很好看，小鱼仔0305。这个确实挺好看的，对，这个真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别的，没找到那个，手黑的。去完桃花坞回来，每去一次黑一次，每去一次黑一次，就是每天晒完就流汗，就防晒我也忘记擦了，反正哎。现在我的脖子，后脖子已经是黢黑呀，漆黑呀。然后这个是画的，真挺好看的。很羡慕会画画的人，我这辈子可能画画就是只跟画有关了吧，跟画画没关系。然后这个。这是我在墨鱼拍的第一场戏，之前有说过。王新月对女星姐姐的称。哎呦！刚刚那个就是我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拍戏，出场戏，然后。说一声，我跟你们说说话来。对，这两天我的整个我的自那个那个自媒体软件已经完全是自己，我已经被自己霸屏了，天天在刷自己，天天看自己，每天都是看各种二创。然后那个现在很多人还原剧情，我也看得很有意思，挺有意思的。这是我同学的猫，好乖呀，在这坐着。哎呀，这个还看吗？下一个，他再看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他再看一看。心中，皇叔才是最佳人选，你可是魏哥不让你的啊，他跟了你在西周近十多爱！他在，你便会哎，确实挺相信西巧周的，是这种事儿是吧？自己是他谁？每一段故事都是跟独爱有关，确实是挺巧的，就是说都有身份那种。其实没有，这个是模特画的。这一朵，哎，浮雕。全当野客眷恋。昨天，赶紧滚掐了，太危险了这。最近天天在，然后还有一些关于台词上的也是，其实当时在配音的时候有做一些特殊处理了，就是当时在人物小传上，然后在一些剧情上的，就有刻意去弄一种声音，去为了贴合这个角色，贴合他行事的风格，包括我当时还是，但我忘了是哪位老师的。我当时在网上看了那些有个动漫的角色的声音，我觉得很适合萧恒的声音，所以当时我还特意去学了一下那个声音，就是学了之后有点太配音剧了，有点，就所以最后也没有用。那个声音反而就中和了一下，就不会那么自然，就是在演戏的时候。这样说我真看不见你们的评论了。
我研究一下怎么关的啊。素国公和阿离互表心意在第几集？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我跟吉言采访时也说过，就是我们每次其实一直都是在互表心意，在互相试探，只是因为，就是就包括自己确定了，其实也没有去打破这个，因为主线还是有很多要完成的事情，包括那天晚上为什么不亲，是因为，哎，其实可以说是因为。应该可以说，不能说你就打断我哈。其实是因为萧恒心中就是萧恒自己还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去完成，他没办法，就是现在将他完全的拉入到我的这个萧恒的这个整个棋局里面来，整个布了这么多年的大网里面来，会很容易，会就是一，我觉得最主要是会很无法保证薛芳菲的安全吧。所以就没有说那个啥，还有很多小的细节，今天有点太晚了，我脑子有点想不起来，本来我准备了很多话的，真的，但是有点太晚了又想不起来了。对萧恒有什么遗憾吗？有一场遗憾，就是那场练剑的那一场，练剑其实也是在压制心中的火嘛，对于那个江离在那场雨对他的种种行为，他心里都知道，但是因为心中还有太多需要去承担的事情，他肩上扛了很大的一个责任，整个可以涉及到当时整个国家的一个重担在身上，没办法去那么轻松做这个。但反而作为我来说，我也喜欢这样，就是先把自己的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好，再去想这些事情可以并存，但是得有一个保障吧。卡吗？不卡吧。啊，国府小乔，哎，我已经看到了，因为那个扇子每次出场，其实那个扇子我们都不知道啊，我每次在现场拍的时候都是导演说啊，现在扇子从这儿飞到那儿了，然后扇子等会儿你就手一甩，你就然后你视线跟着你自己心中那个扇子往那转，然后就是那个啥，然后今天那一场戏也挺难拍的，今天马车上那些我看了，其实当时现场很难拍，因为我要从我的马上跳到他的马上，就薇娅摔过去嘛，然后抱着他落地，虽然是分开拍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的，但是那个过程能够卡住那个点是挺难的。那个这个是什么？然后真的那个读台词那个哈，看看这个，再聊会儿还是啥？我主要是看不见他们评论，我真的是。等会儿啊，素国公的扇子为何如此牢固？他铁扇子很重的，别看我每次在那儿。装的时候在那儿摆 pose 的时候就是有很轻松，但其实是很重的一把扇子。格子有没擦干净。苏国公有专属 BGM, 真的。这两天我的听一听到那个我就知道，哎，我来了。飞天特效你是怎么憋住的？其实还好啊，就是你们看到的画面，我脑袋里想的就是那画面，当你给我形容那画面，就也不会憋不住了，除非有时候现场很嗨的时候会容易憋不住笑场。再看你们那个啥。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别亏待自己。柠檬烤肉茶 ,OK。一共几场吻戏？就一场吻戏啊，只有一场吻戏。没戴隐形。我一般很少戴隐形。
去逛矿洞那场，矿洞就是那就那个下楼梯牵手那个拍了3个小时，然后走那个路拍了一天，就拍的。当时那个路其实我们是来来回回的走的，一直走，但是就是用过不同的角度去交代那个路程嘛。认真。眼睛怎么那么红？刚刚哭了一下，手怎么手在那个海边的蚊子咬的，它那是毒蚊子，他们说得半年才能消这个印子，好吓人呢，而且它会反复痒，会就是我现在时不时的还会再痒，这些印子。看萧恒的时候更多的是其实是有一点在欣赏自己有点帅了，但是更多还是在看表演吧，看当下感觉。我发现当时我追求很稳，但是其实我现在看了整理下来好像追到17集18集今晚上我看完19集吧，是吧？好像是今天我看完之后发现看这么多集下来有时候还是会有点飘，就是那种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是差点意思，还可以更稳。有时候感受之后看下来更多是看表演了，看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萧恒这个角色是真的，我遇到他还是挺幸运的，我整个演下来我是很舒服的，而且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整体你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我那一坐的一站一坐或者一个小反应，但当时也是想了很久，也是现场碰撞出了很多东西才有现在的萧恒。而且我们整个剧本呢也是很扎实的，剧本也是很扎实的扎实的，对，我们剧本整个剧本也是很扎实的，像就会让我感觉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有效在沟通，有效在输出，然后我们导演也是拍的特别的好，这镜头大家看到很唯美，而且也保证了故事在里面，有内容的同时也有画面，对。然后我们的就反而且那个景琰也是，他就我看了之后他的那些反应，因为有些戏我不在嘛，很多戏我都不在，都是他自己的那个支线任务。他的公路其他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是真的很好看。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放炮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演，因为我主要是在跟那个丧彪什么彪来着啊什么彪来着，我跟他摇骰子，我摇骰子，然后我看那个时候的反应是挺可爱的那个阵。然后这个啥啊，吻戏不止一场、真假的，我怎么记得就一场呢？哦，你不知道，你是只是看到那个镜头了，这个先不能说，这是后面的不能剧透。你刚刚自己不是在那剧透吗？说我可以把这个大成关掉，这个灯关掉是吗？大声关。怎么关？后台关。你后台可以关。嗯。有人咱们。深夜福利，没想好，没准备呢，今天都不赶趟儿。可以说一句剧里的台词吗？说什么呢？今天我看那个不是挺好看，那个是真挺好看，那一场你太放肆了，那个时候我没想到，我以为会有不行，没事，挺好的，我们拍的挺好的。其实那场戏我就是我很喜欢他那场戏，其实也挺难的，就是我要在那做我的反应。那场戏讲解一下，那场戏他在那儿说那些，其实我在乎的点并不是说他会扰局怎么样，而是
而是我想在他在完成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是在保证自己安全，自己能够那个能够独身出来，独善其身的出来的。但是他这一次就是会把自己整个人给放进去，然后会很危险。木雨的大结局是啥？杀肉根吧，我也不知道。不知道那排布怎么排的，怎么个事儿？排布先跟一起，不知道怎么想的。来一个，就是这个念台词的。这是今天征集的，大家想听吗？今天征集的台词，征集的话也没有台词了。语音。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然后想听他说之前那个，不要慌，不要慌。啊，这个是我之前一个视频配的音，用之前的口吻是用什么口吻呢？之前那个哈。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不对，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差点意思，我得戴着耳机听着背景音乐，然后去配那个东西。然后来来来来来杯冰美式，我想听小狸猫这种语气叫小幸运。小狸猫，小狸猫，小狸猫。真的吗？试一下啊。小幸运，哎，不行，我有那种这种词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去说出来。你现在我说这个有点怪怪的，我会。黑白冬眠，想听王新月声情并茂的说这段。南方的明眸，眸，这是眸哈。南方的明眸，来啊。南方的明眸，乌黑的眼睛。我从目光中阅读爱情，从我们相遇的一刻起。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心，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心。不行，我这种的我得那个啥，得先理解了，然后再理解理解哈。南方的明眸，乌黑的眼睛。我从目光中阅读爱情，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是我白天黑夜不落的心。差点意思，这个还是得那个什么一下，还是得大耳背景音乐，就是 enjoy 一下。然后Little 之恩，想听宝宝们，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下班啊？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等我下班啊？对不起哦，来晚了，对不起，今天拍的有点慢。明明给大家道歉，明明，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对不起。OK， 瘦比肌肉是瘦没了，已经瘦成排骨了，都已经。咋了？
哎，粽子吃麻辣王子的粽子吃麻辣王子的香菜粽子，其实它香菜不是特别的多，它只是就是在里面会有一点香菜。猫，我每天要回家跟它玩的，早上跟它睡觉之后，晚上跟它睡完觉之后，脸上全是毛，洗完脸上身上也是毛，洗完澡没睡觉前脸上都是毛。然后吃甜粽其实也还行，甜粽我其实都无所谓的，没有太那啥。啥时候来广州啊？在横店出不去了，拍戏一天。瘦其实没瘦多少，其实是就是肌肉变肥肉了一点。什么叫发 vlog？ 其实今天拍《九号摩登》的时候拍了一个 vlog， 但是我手机没内存了，我先给他我们那个视频给删了，因为他一直不发，不他照片一直不发，我就一直发不了，但我手机微信都打不开了。什么？哎，我已经一 TB 了，我都放不下了，已经。其实这次去福建玩还挺好玩的，去我们录《桃花坞》的时候，在霞浦玩了，差不多都玩了吧，霞浦的。现在戏拍的开心吗？挺开心的，就是词儿太多了。哎呀，我今天现场背了一天词儿，背后面的，然后今天下午通告突然又改了，白背了，又来了一波这么长的东西。而且最近说实话没有太去体验生活。我觉得得需要体验一下生活，最近，然后我看到那个家主的裤子又被扒出来了，那个时候那不是秋裤，那是人家戏里面的裤子，怎么是秋裤呢？秋裤我怎么可能外穿呢，哥？我上班呢，我怎么这？时候怎么都是什么时候去哪儿玩，我咋去呢？什么最近反正就是看见那种有那种字啊会发晕，你知道吗？就是 PTSD 了，已经我看字儿都我头疼，每天想着做点减法，能不能？哎，这个有点重复了，这个哎，设计一下。下个月去岳阳玩，去呗，岳阳是真的很好玩，岳阳很好吃，岳阳特别好吃。姚玉佩在很后面的，姚玉佩。哦，其实我还有一张很好看的海报，很好看，但我在家里我没带，在岳阳。东北屋那期我没看呢，我不敢看呢，太吓人了那期，没想到会这么的吓人。其实我当时还挺还好了，没有太那个啥，但是我看那我录那个 reaction 的时候，是真的有点麻，人麻了的感觉。岳阳回不去，这两天我妈妈我哎，但是他们走了，宋可欣他们来了，这两天给我做饭，但是没见面，在拍戏，这两天都你们可以睡哦，要睡的先睡哦，反正这个有回放的，明天还可以看。麻辣王子的很麻很辣呀，还是不建议大家吃，它有点太辣了，可以试试我微麻微辣，微麻微辣很好吃。看看小猫，
你杀下这一局，看我为你杀下这一局。当时这个是在不是在一个特别紧张的环境下说的，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但我得看跟到那儿去看。来了，到我最期待的环节了。爱吃车厘子的小林，生活不只诗和远方，还有你。这句话我挺喜欢的。Two， 王新月，新月，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这封信？希望我以后写的每一封信，有一天都能够亲自送到你的手上。我是通过墨雨云间喜欢上你的，虽然很晚上桌，但我想说，你真的是个很棒的男孩。你演绎的角色很棒，一次次突破自己，我很喜欢小婉这个角色。谢谢，我也很喜欢。现实中，你是个热爱生活、阳光、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不得不说，我是对你真上头了。这几这几天凌晨，你这个有点病句了，应该是这几天天天凌晨，凌晨睡觉恶补了你的综艺、以前电视剧的剧等等。我现在准高三，成绩不太理想，觉得自己挺失败的，不传递负面情绪啦。总之，不管怎么样，努力就好。成绩不太理想，跟失败为什么是挂钩呢？我觉得这是两面吧，就是你成绩不好，但是这只是你未来的其中一条路，可能在目前这个是你是处于一个低谷期，但是可能当你发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路，或者说这条路你还剩一年，准高三嘛，你还有一年可以再去尝试，再去努力，在这一方面去奋斗。然后我觉得不需要自己这样觉得自己，没有传递负面情绪。总之不管怎么样，努力就爱的，你自己说了。我不相信未来怎么样，只要努力过就好。最后我想对你说，请你做好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也会好好努力，努力去见你，我也很期待以后跟你见面，要见你上百次。谢谢你让我知道你很优秀，很棒，你是我前行道路上的曙光，你的身后有我们，我们一直在。谢谢。来，徐星念喜欢月亮 YA 鸭。可可爱的王哥，一直想抽时间真正的给你写这封信，但看到你的评论说明天公布400万福利粉丝，400万粉丝福利，我刚说啥？最近晕字啊，真的，我看见这种字，我很开心读到你们的信哈，但是我看到字啊，我就脑袋里面就是在想意思，在过滤，在记住它，在那个什么什么啥。然后一直想抽时间真正的给你写这封信，但看到你的评论说明天公布400万粉丝福利，担心没能在你直播前把信写好，先动笔写了。我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幸运啊。哦，我们上个戏就有，好像我就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对，本来我杀青是想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是好像是马来西亚，我忘记了那是哪，就爬那个 Brembo 火山吧，好像是叫那个火山。然后我当时本来想去，但是我那个两个胖子朋友他不愿意去，就是太远了。
事实证明王心月你已经很厉害了，已经活在马来西亚啦。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190天，刚刚好，不多也不少。距离上次给你写信，你生日已经过3月5号已经过去3个月了。突然觉得过一段时间给你写一封信也挺好的。毕竟每隔一段时间感觉都会有些小变化。其实我也是，我觉得写信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是你这一段时间写一封信出去是你这段时间的，就是无论收件人是谁，但是这是属于你这段时间的记忆，你这段时间的感受。然后到你下个月的时候你再去写一封信又是下一个月的，这事情其实挺浪漫的一件事情，刚刚听的。现在我有点生病了啊，昂，咳嗽伤风还有点头痛，要是说的语无伦次你然后生病了记得吃药哦。怎么说呢，对我来说你就像我生活中的一处快乐源泉，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就会很开心，这是真的。无论是你日常的视频拍摄、定妆视频、参加活动照片，或者是剧组拍摄花絮、综艺等等，甚至还有微博评论，每次看到你就觉得你很真实。你每次都会把自己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把正能量和快乐带给大家。我们心月越来越好啦，一部剧一部又一部的剧，一个又一个的代言接踵而来，最近还能以男主的身份再次上好六了。其实上好六还挺开心的，哎，能说吗这块？这上好六我还挺开心的，又回湖南了，但是好像当天晚上就得回来。每次看到你的资源越来越好，我也打心底感到开心。而且对于我来说，你是特别好的人，谢谢。你应该被更多人看到，你也特别争气，演技好的没话。没，这个不敢说话，这个还得咱还在学习中。本人也依然善良、谦虚。哎，好像一点架子都没有。看到丁风波开机，你给新闻递奶茶，别提隔着屏幕的我有多羡慕了。感谢大家了，那一次是辛苦大家。有时候自己遇到事情会麻烦，会烦恼，会心累，会很想放弃，但是休息的时候哪怕看看你的视频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安慰。王哥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你可以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做到。看到你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我也希望你能一直快乐自在下去。艺人这条路并不好走，它伴随着很多挑战和困难，但我相信你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因为你是王心月，全世界唯一不可被取代的王心月。你的乐观坚持，你的随和自在，都让你在这条路上能够游刃有余，越走越顺。我相信新人演员王心月一定能够发光发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真的很想被你翻牌啊，但其实我总觉得你都看得到的。你或许不能一一回复，但你肯定把心语写的每一个字都仔细看了一遍，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没有被翻牌也没什么，只要你看到了就行。不过我还是会很期待看到王心月评论你的微博这样一条通知。我现在读了你的微博，我看到我评论我都会看的，还有私信我都看的。最后，王心月一定要继续做好自己，坚持。你只要每天都开开心心，不被世俗毒打，永远保持初心，坚持给大家带来正能量，这样就足够了。好的，只要你每天快乐，幸运们才能够被你的快乐给感染。什么时候你能来马西亚？什么时候你能来马来西亚？你若是来了，我一定想办法去见见你，再不然就等我去找你了。浅浅期待一下见面那一天。有机会去吧，去玩玩嘛。或者有工作的话，王心月，愿你有勇敢。哎，是不是得把门打开再上厕所吧？王心月，愿你有勇敢坚持自我、自由支配命运的勇气。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得一直相伴走下去。好，谢谢。
这个是 May Ya May Ya Ten M A Y Y Y A T E N， 期待早日见面。Q 心愿展信佳，我觉得展信佳这个词真的挺浪漫的，这个词就是看这个就觉得很温暖，就感觉带来的是好消息。感觉因为我读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写展信佳，然后就会觉得是从远方传来的一封好消息，胜利的消息。嗯，从发现你认识你再到了解你这段奇妙的旅程中，其实最想说的词是感谢。感谢缘分，感谢你的帅气忠真诚，感谢你的善良有趣，感谢你的勇气，排名不分先后。嗯，你还挺会端水的。有时候真的觉得缘分妙不可言，或许我可能是为数不多因为朱寿葵而成为幸运的人。朱寿葵其实挺好看的，朱寿葵，嗯，就是小甜剧吧，朱寿葵，嗯，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伴随在身边看着。对，太子哥哥真的超级超级可爱，那个是我角色里面相对来说比较跟我本人相对来说比较贴合的吧，嗯，最贴合的。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场直播，后知后觉才意识到一直喊你小孩哥却忽略了其实你也只是孩子。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是小孩子了，嗯，是和好朋友一起旅行会觉得很开心的小孩。这个确实我很开心，是吃到妈妈做的饭也会很开心的小孩。对，这两天在吃妈妈饭，那个牛排然后龙虾巨好吃，是时隔很久回家里会很开心的小孩。嗯，我无法想象这一路走来你所经历的一切，每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所以好的坏的我都感谢，感谢这一切让你成长，感谢为现在的王新月成为一个闪耀的王新月，也感谢王新月的幸运们一直陪伴在王新月的身边，去支持王新月，相信王新月。希望你永远自由，永远快乐，永远拥有自己，拥有属于自己的快意潇洒。嗯，谢谢。其实好的坏的对于我来说，嗯，我觉得都是一个里程碑。你坏的事情呢，它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事情，是值得我去记住的，值得我去成长的。嗯，就觉得也都 OK。Two 心愿，此时还在图书馆记什么英语单词的我，什么啊？不是小黎，云南宝，是吧？云南宝，对，不是艾特，不是小黎，云南宝。此时还在图书馆记，应该是英语单词的我，这应该是个英字，但一字还写不清，没清楚这个。是吧，他应该写连笔，对，记英语单词的我突然想起来你今天发的香格里拉的旅行照片，作为一个云南老表啦，实在是有些小骄傲的，自己喜欢的明星来了自己的家乡，网哥玩得开心就好，挺开心的。我那虎跳下爬的，我的别人网上攻略说得爬四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前半段我爬了多久，我爬两个半小时，我不是等我那个胖子朋友，我能更快爬过去，在那儿中途有个客栈可以休息，不是等他们我睡了，我都已经到了。下次要是有机会可以来云南，有机会再来云南可以去芒市、德宏、瑞丽、腾冲，我老家。嗯，可以，这样小众一点的地方，我其实很喜欢小众的地方，不比丽江和大理差，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嘛，有每个地方爱玩的东西，都是很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小城市。当然这只是建议，少爷要是有想法想去哪就去哪，云南每个地方都很美，云南美食千千万，欢迎品尝。我那天在云南，我忘了是在哪了，吃了一家我这辈子是感觉到能够排得上号的烧烤，真的
那个烧烤真的很厉害。给王哥列了一些云南的特色美食，相信本云南宝宝的推荐，以后再去云南可以参考一下土生土长的云南美食是我，没错了，啊，美女啊，土生土长的云南美女是我，没错了，不是小黎。烧耳块我吃挺好吃的，我很喜欢吃。西湖鸡我吃的。云南小黎咖啡5元一杯吧，好像是5元一桶，但是好多那个。OK, 记住了，下次我就带着这个。但你也没告诉我哪家店好吃啊，这么多家没告诉哪家店好吃啊。OK, 我记住了。OK, 我记住了，小黎记住了啊。不知道写点什么，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单纯想记录一下，祝你星途璀璨，墨雨云间，太好看了，好看，确实是好看，墨雨云间还不错。摘不了，我戴头套了，这儿就是刚拆完头套。来重新刷，我也想去吃东西。我已经下班了，今天已经。差不多了，你们也该去休息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洛阳老君山我一定得去的，我在网上刷了好多他那个爬山的视频，好像是爬老君山吧，然后还有一个山，说是台州有一个很吓人的山，我得去玩一下。 OK 啦，晚安啦，幸运们，拜拜。今天的快乐还有13分钟就结束了，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到来。